晚上睡觉。来你先问看谁来的。你这有事儿吗？看谁来的，看相声，大伙起来一起好，确实好。希望您再接再厉，好好努力。谢谢。您一手奉献给大家，应该。虽然说咱们不是一个行业，但是我也支持。您还不是一个行业。我这个状态，我这个素质，我这个气质，我怎么能说相声？肯定是不如说相声。您是什么行业？我不能告诉你。干嘛不能？说相声嘴都不好。想流传出去不合适，除非你起誓。我替你起誓好吗？行，凭什么呀？哪儿的要替我起誓？替你起个誓，你不能说出去。如果你泄露我的身份，天大火烈，红上雷劈子碎了你。我招你惹你了？再来点分路。哎，干嘛恨我呀？不能随便说啊！我不随便说，因为我身份很特殊。您是干什么的？我是个舞蹈家。舞蹈家磨磨丢丢的干嘛？太不靠谱。说相声就是这个样子，还哪个样子？瞧不起啊，瞧不起我们高于他素质，也未见得就能高过我们家。跳舞的，舞蹈家是吧？哎，跳舞的，哎呦，好，这个行业也出过很多的高人。那倒是，像相声界是一样，人才辈出，有很多前辈。是，杨丽萍老师跳得好，刀美兰真的，不疼的。您把您那行业的前辈说说，这跟舞蹈没关系。别的要没舞蹈啊，不是啊，跟舞蹈没关系。说出这些前辈是表明我们的敬意。舞行业说得好，吃水莫忘挖井，有句老话，挖井分两种，一种是人工，一种是机器。人工的可累，就是打井的吧你。这半天一点跳舞的事儿可没说呢，你这个人刺就刺在这儿了，怎么又刺了啊？我说的尊敬我们的前辈，是啊，我们要记住前辈，还有我们这些后学之人。那话是对，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问题。没有老师哪有我们这些人？那我再问你一句，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这都挨着上去了，你说吧，先有鸡，先有蛋。先有个鸡蛋。这点不严谨知道吗？废话，先有的鸡先有蛋，根本就是没答案。先有鸡，先有的嫖客，后有的鸡。谢谢。哪儿啊这什么这名医的那个行业值得辩证。你还辩证呢知道吗？啊，哎，就必须要学习，跟老师们学。我也学。我是大学要出来的，我不是那个小子干啥？有小子吗？文顺舞蹈培训班啊，文山培训班呐、啊，什么保定富宽培训班呐、啊？啊，那几个老头都干这个。哎，咱们不一样。您呢？我在韩国学的跳舞。哦，国外学的。嘿，韩国啊。干嘛？你蹲着学的？我干嘛呢？舞蹈，韩国人发明的。韩国人最了不起了。是啊，歌舞节也韩国人发明的，中医也韩国人发明的。中医据说也是韩国人发明的。我也韩国人发明的。中国人发明什么呀？中国人发明的韩国人。
药学院毕业的。我不博士呢，你当时我们辅导啊，对啊，体操体辅导，辅导实验，我们的校长啊，老一生，哎，没闲着呀，这是个韩国人流氓。毕业之后，天下各处同行们汇合一下，哦，出去采风，还采风去？尤其少数民族地区，咱学了舞蹈，是吗？新疆舞的，啊，那是哎，到新疆，你要到我那儿，你才知道，人家的肉串怎么那么好，一帮吃货，是不是？我吃辣天菜，太厉害了，还是爱上那个喇萨。都尊敬我啊！哎呦我，舞蹈家来了，是的，大舞蹈家给我献的哈喇。哎呦，哈喇，哈喇，弄一身胡子，白白着呢，还白着，哈喇呢就，哈喇啊，那咱不知现场就尊敬了一回，研究西藏的舞蹈啊。看完之后就心潮澎湃，西藏的这个舞蹈实际上跟地域也是有关系的。地域有什么关系？那西藏的幽默的地儿大，是舞蹈就倒个儿啊，特别快活。你看看日本的舞蹈。干嘛就喝茶了？礼物、点心，哦，我们都不能往这啊！
听说那帽子必须一买，是吧？没错，大伙儿都坐一块儿等着，一会儿那侍者提车过来了，吃东西。您午下午谈，今儿锅巴烤火了啊？这蛤蟆土蜜都有啊，意大利瓷器，一人一来一碗豆汁儿。下午茶，嘿，伦敦这最有名，豆汁儿威廉，三辈儿干这个。我给起名，你给我句话吧，啊，不能喝豆汁儿的人不算老英国人。您就在北京待着，豆汁儿。演舞蹈，你说你先来，你来一个，对吧？要不你来，孙子，你来一个。舞蹈家嘴巴，我就报了一个。没事，还上皇宫，皇宫给英国的国王啊、太后啊、王储啊、主王的那个啊，就是王储，给他们跳，我给他们跳，皇宫去过吗？我哪去过呀？我给你介绍一下。您我送你上英国王宫，我不去啊，不去，你来一趟，我也喝豆汁儿。因为你现在这身子在中国没用，哎，到那儿更没用了。到那儿，中国现在没有皇宫，哎，您先介绍，不用太谁介绍？您介绍您这英国皇宫啊，啊，盖的那个好啊，那好，经济适用工，花，哎，不了多少钱的那个。大龙岗啊，洋灰池子，哎呦，也就水管次水。您还在文化站待着呢，看看水喝啊，凉水了，洗把脸，这儿，亮晶晶啊，迈步往里走，人家那门啊，哎呦，太高科技了，它是四个门的搁一块儿，知道吧？这最好了，这儿，把这门转。那没什么高科技的，北京哪儿都是这山东人。这个人家有特点啊，就得你走慢了磕脚，走快了后续。啊，哎，进来了吗？我一进来，里边是一个洋灰池子，是谁呀？那你都转出来了。就去这儿，我可是说你们舞蹈家的姐妹，这是我们自己人。哎，自己人，这是不是转了？可能是再来一回。还这回进来，还是进来，里边这都是那个服务员，啊，服务员啊，来，点名请这位，吃炸酱面去，坐在这儿都等着，等着王储。还没睡醒呢，还睡呢，先跟着等着，先吃点心是吧？就是，哎，喊着服务员，点心啊，撞死了，没有车往那站着开，是那点心，往那站着开，看看，晚了，我哪知道，到底去过没去过，饿死啊！王储有请，啊，赶紧站起来，这东西不能带啊！哦，你身上你带什么？手杖，这都得存起来。我不让带手杖，还有枪啊、海炮。哦，他是不让带，不带。手枪，帽子，大衣，都得存上。没钱，钱上多了去。有那么长活，耳朵帽，领带都摘了，西装，马甲，背心，您这都不让带，这钢管您都带去了。带回家，我家身材好。
是猪。那你说完了呗。老虎。霹雳那虎。可以见老虎了吗？你穿上。别骂我了，他们那老鼠等我一会儿。你老鼠进来了，你最好到时候露个摊儿去。别乐了，别说您的了。你问他，那边没人要。别上，别上，老鼠搁这等半天了。说什么？累了半天了吧？哪儿啊？王主刚才下放了，在保定的。英国人也下放。哎，倒杯牛奶喝。谢王主，祝您健康。王主，这牛奶哪儿的？这是石家庄的。这喝着跟王叔俩看头不好，我这你这什么身份说这么意思，这一趟过来去啊，你要说好歹的跳几个舞啊，王叔再点几个舞蹈都跳完了，大把给钱，给钱王叔高兴，跳不错，这卖力好，喊过这个会计来，来结账，会计结账，结账结账结账，你这是干嘛去了？给钱算什么？给钱算结账。吓我一跳，这嘴有毛病啊！来结账。什么味儿啊？现在我这个行业很需要人，是吗？有人来去没有？等你说一下这个节奏啊。不会，您得教你得问我，到时候就开会。没事，来来吧。真的，对不对？您能展示一下？您说了半天也没有一个舞蹈身段。我展示半天了。啊，好好跳一段啊！看吧。你要这么喜欢看，那我可就喝出去了啊！来吧，我先喝啊！别时间太长，我少喝，你喝吧，喝吧。有人看错吗？你们先来，这北展改澡堂子。这个要跳的话，首先这个灯就得关了，前后灯都关了啊！嚯，要是来一圈白蜡烛，知道吗？我真听话就关了。难过气氛这。哎，来一圈白蜡烛啊！我得跟正当中啊，哦、正当中，我这拿把宝剑，知道吗？我一边跳，我一边去念我这舞蹈词儿。怎么个词儿？就特别简单，一学就会啊！一学，咱们一块儿啊！哎，亮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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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亮